接一些经验，我们现在在 BBN Facebook 现场，等一下准备开始要看喽，好紧张，好刺激。姐姐刚看完那个 Vivian Westwood 的 show， 我有很 surprise， 是因为以前的他们的衣服呢都是浮夸到没办法穿上街，但是今年我看到他们衣服，我就特别开心，是我终于可以穿他们衣服上街了，很可爱哦。他甚至把那些很像那个蒸笼运用在衣服上，还有放了两个很大很夸张的衣架在头上，然后还有把那个家里的隔热手套都运用了。今年的款式呢有很多。可以穿上街，然后比较生活化的，很开心。在秀最后出现的那位巨星是 Bella， 那 Bella 呢，她穿了一袭娘新娘礼服的衣服出来，很梦幻，很开心。但是最开心的是，姐姐从米兰坐飞机到巴黎的时候呢，很幸运的 Bella 跟 Gigi 他们两个人就坐在我旁边，他们应该也很开心，姐姐坐在他们旁边吧，耶、yeah。